实在做还蛮不错，所以当然是要好好的祝福他们。男生要多一点包容，要加油，对，然后求生欲要强一点。是有什么悲从中来吗？这不是应该要的吗？哇，只要你看睡还是好，就会好过一点，整个家就会好过一点。对，而且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旁白哥爆爆，许仁杰离婚后首谈谢金颖，劝张树伟安太岁，求生欲要强。都希望这个空格越变越填满。在床上睡觉前，睡觉前。还愿意填满他，然后他愿意。轻轻提要一下，张树伟和谢金颖合作八点档《假戏真做》不是因为我今天就爱你。两人情比金坚，日前男方已求婚成功，哎，但谢金颖似乎有恋爱体质。我今天就爱你。他在另一出八点档传和许仁杰擦枪走火，曾被周刊拍到同进同出，嘿嘿。之后许仁杰就闹婚变，嘿嘿。接着好戏就来了。那你有发现谢金颖要结婚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他有什么话想说？有什么话？你可以看着大家聊。这两个人其实做的还蛮不错，所以当然是要好好的祝福他们。单身跟两个人在一起是不一样的阶段，也要两个人都有那个心要一起向前，所以在这边也要祝福他们。看有跟苏伟说什么吗？同门。男生要多一点包容，要加油，对，然后求生欲要强一点。是有什么悲从中来吗？这不是应该要的吗？只要你看睡还是好，就会好过一点，整个家就会好过一点。对，而且我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好，现在是帅哥啊，这是一个。还有联络吗？我小看小朋友的时候还是会联络，但是之后应该会先教课。教课？对对对对，就是有在教一些闽南语课，还有客家话，做自己的一些擅长的事，比如说写歌啊那些，再精进一点。去年底的时候，我可能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那么好过，所以即使不管小朋友最后跟谁，我自己是提出了更多力量可以自己先 OK， 然后有多余的力量我才能再给小朋友。最希望自己可以慢慢稳住，有能力给小朋友更多，这样是目前的。三立娱乐新闻，大家辛苦了，报道。